各位代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应出席代表2964人。今天的会议出席2097人，缺席57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现在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请全体起立。 唱国歌。请坐下。